雞公式側彎咧，其實就係可以伸展到腿部同埋腰側嘅。咁我哋將個腿部咧前後腳弓箭步啦，咁前膝咧就係對翻住腳腳眼，咁個腳掌咧踩實地下，咁後腳咧就膝頭哥盡量褪後一啲，盤骨左右兩邊咧都要對齊嘅。咁我哋咧上身咧就可以挺翻直佢啦，收緊個腹，令到我哋感覺自己咧好似拉長咗一樣。然後後腳那邊的手就舉起，就慢慢側去我們前膝那邊，側下去的時候我們就呼住氣側，側到去你已經側不到的位置，我們就可以維持個姿勢就大概15至30秒，然後就慢慢吸氣上回去回復身體挺直，之後就可以換腳再重做。